北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是推动台湾歌剧发展真重要的艺术家。第十一季，伊要带团去到西班牙演出，除了甲法国的这西班牙作曲家范雅的作品结合家己红啊演出以外，也要改编布袋戏国宝陈世宏老师的作品《卡古音缘》，用传统布袋戏来表演。未来这西班牙博物馆内面也会长时间设一个台湾展览专区，会当讲是真重要的艺术外交。现场甲家己红啊和民众互动的，就是捌提过国家文艺奖的詹道雄老师。伊手链个红啊，真特别，是西洋人的造型。就是因为即届要带领台湾的声乐家、布袋戏艺术、含乐师去到西班牙演歌剧，除了甲西班牙作曲家法雅作品结合家己红啊演出，嘛改编布袋戏国宝陈世宏老师的作品《卡古音缘》，以台语含客语用咱传统布袋戏来表演。啊，东方西方的交流啊，和咱布袋戏啊啊，甲这西方这藏头戏吼，而且结合，所以这就是咱本土啊，咱国际啊，即嘛。那本土那国际，这就是今麦一个口头禅啦。啊，今麦是实在阮那个落实。法雅是西班牙上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伊的作品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詹道雄少年时去到西班牙留学，嘛真尊重这位作曲家，会当甲台湾的文化艺术早去到西班牙交流是一生的梦想。所以除了演出，嘛向西班牙人了解台湾本地戏各种角色的特色。老师吼，伫咧内底，比如讲跳啊吼，内底有加一挂迄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吼，比如讲迄个，伊会讲，嘿，东海出龙虾，南山出苦茶，啊那查某我看，水的拢我的。这届詹道雄带团去到西班牙演出，是一场东西方的交流，也是一种艺术外交。在了演出了后，也要把家里红啊送给西班牙法雅博物馆收藏。未来在博物馆内底，也会设立台湾展览专区。以后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拢通在这看到咱台湾的艺术文化。记者卢尚如、曾俊游台北报道。